欢迎收看《魔兽英雄传》第34期。这一期我们将终结巫妖王的故事。上一期结尾，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在拔出双之哀伤并手刃仇敌 Mal'Ganis 之后，跟随着黑暗领主的声音仗剑而立，放眼望向雪豹深处，他奔向他，全身心地拥抱他。数月之后，成为了死亡骑士的王子回到了洛丹伦，坚固的吊桥放了下来，阿尔萨斯大步跨过，花瓣如雨般落向归来的英雄，他被这情景触动了，用戴着手套的手接住了一片红色花瓣，但他却发现花儿立马干枯，便扔了这片死物继续前行。毫不犹豫的一向在台阶上呆立的国王泰瑞纳斯抓住了他的手臂，一剑贯穿了心脏，城中瞬间大乱，狂欢变成了屠杀。阿尔萨斯却并不关心这些人最终的命运，便交给了自己忠实副官马维恩和法瑞克处理。如今没有任何马愿意载他，一闻到他的气息便惊惶发狂，一片死寂。这样的情况更让王子想到了自己曾经最亲密的战友无敌。他来到了让自己无比伤心的墓地面前，借着双之哀伤的力量，无敌复活了。欢欣之情淹没了他，泪水刺痛双眼，阿尔萨斯无法呼吸，极其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哪怕双之哀伤还染着父亲的鲜血。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他现在依然只是一个部下，一个棋子。为了能得到真正的力量，阿尔萨斯不得不执行奈奥祖一个又一个的命令。很快他便带着他新的部下纵横洛丹伦大地，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城镇，杀了一个又一个曾经的同僚，以及一心为他着想的恩师乌瑟尔。为的只是能让当年被自己所杀已经烂成枝叶的克尔苏加德重新复活。尽管任务执行得很不情愿，但瘟疫造就的丧尸、用残肢缝成的憎恶、堕落的鬼魂等等，他们的加入还是让阿尔萨斯感到无比兴奋。可就在带军夺取麦迪文之书、完成阿克蒙德的召唤仪式后，阿尔萨斯和他的亡灵大军便被燃烧军团抛弃，成为了天灾监视人提克迪奥斯的爪牙部队。这一晴天霹雳瞬间击碎了阿尔萨斯宏远的目标，他开始后悔自己贸贸然付出了的一切，但事已至此，只得向前。为了夺回天灾军团的控制权，他开始利用一心追逐力量的伊利丹，怂恿他去偷取一位强大术士古尔丹的颅骨，并借此除掉提克迪奥斯。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更让人喜出望外的便是燃烧军团的首领阿克蒙德被暗夜联军击败。他迫不及待地向留在艾泽拉斯看管自己部队的恐惧魔王开战，并借此宣布了天灾军团的独立。可就在这登基的瞬间，忘乎所以的阿尔萨斯却迎来了最大危机。曾经被他利用的恶魔猎手伊利丹在夺取了古尔丹之炉后，竟然使用萨格拉斯之眼发动了攻击，导致寒冰王座裂开了一道缝隙，奈奥祖的力量开始流失，随即阿尔萨斯的力量也慢慢减弱。而更大的危机也随即来临，恐惧魔王联手发动的政变，希尔瓦纳斯密谋已久的刺杀，凯尔萨斯疯狂的复仇，力量大不如前的阿尔萨斯毫无生还机会，幸得有两位忠实部下克尔苏加德以及阿努巴拉克的舍身保护，才跨过了千难万阻，终于来到了冰封王座。尽管有伊利丹的阻拦，但此刻的王子相信没有谁能挡住他的霸业，很快便击败了轻敌的恶魔猎手。终于合二为一的时刻到来了，阿尔萨斯也毫不犹豫，一剑劈开了冰封王座，戴上寒冰皇冠，与奈奥祖的意志合为一体。兽人为自己的完美计划兴奋不已，因为他设计了让阿尔萨斯堕落的一系列行动，而每一步都进行得那么完美。可当他以为可以与自己的容器共同征服世界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位王子才是真正的白眼狼。他堕落，他顺从，他忠诚，为的只是有机会能取代自己。后来在阿尔萨斯长达五年的睡眠之中，他亲手泯灭了自己最后的人性和人格，也亲手将奈奥祖残存的意志完全消除，真正的天灾国王诞生了。当阿尔萨斯再度复活，
他觉察到附近的冰盖下封印着一股痛苦且又古老的怨恨，便孤身一人来到了蓝龙辛德拉狗杀的陨落之处，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将他复活成为冰霜巨龙，作为自己的得力部下，亡灵部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但始终有一件事就如同梦魇一般深深地扎在阿尔萨斯的心中挥之不去，就是当初在阿尔萨斯拔出双之哀伤的那一刻，原本暗影之源的水晶作为神圣之源重生了。后来在阿尔萨斯抛弃信仰弑父消息传开的同一天，麦格尼国王成功将这块水晶打造成了克制亡灵的终极神兵灰烬使者。这是巧合吗？阿尔萨斯绝不敢这么想。不过在他的沉睡期间，忠心耿耿的克尔苏加德已经将莫格莱尼家族折磨殆尽，灰烬使者也已堕落，但只要圣光依然伴随着大地，阿尔萨斯就永远不敢放心。后来当血色十字军在恐惧魔王的阴谋下全军覆没后，巫妖王为了能扫除天灾军团最后的抵抗力量，便命令阿彻鲁斯的领主达利安莫格莱尼率领其麾下的死亡骑士进攻位于东瘟疫之地的圣光之院礼拜堂，本以为能引出福丁并将他击毙，却没想到达利安能逃脱控制，临阵反叛，使得堕落的灰烬使者再度重生。天谴之门一战，阿尔萨斯还遭到了幽暗城皇家药剂师协会普特雷斯新瘟疫的重创，再加上左膀右臂科尔苏加德以及阿努巴拉克的阵亡，万般无奈只得拿出自己的心脏来诱使福丁中计，并借此机会彻底熄灭圣光，没想到又被达里安给破坏。尽人事听天命，最后巫妖王就坐在冰封王座之上，静静等待着银白联赛的冠军们前来送死。战局也正如阿尔萨斯所设想的一样，尸横遍野，哀嚎满地，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哪怕只剩福丁一人，灰烬使者的圣光还是劈断了双灾伤的诅咒，被禁锢的灵魂都被释放了出来，反噬并最终杀死了罪恶滔天的巫妖王。尽管阿尔萨斯死不瞑目，但他并不是一个悲情英雄。当年他抛弃自己的王国、父亲和爱情，向奈奥祖换取了统治艾泽拉斯的力量，所作所为皆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超越自己的父亲。如若不是提里奥福丁依然健在，圣光依旧伴随大地，这剧本的结局就不该是这样。寄生于何生亮。那这一期魔兽英雄传就到这里结束了，巫妖王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的故事也到这里为止，下一期再见，拜拜。